应该在后面拍。今天是海军。前十，收拾东西直接走。我跟白星宇走了。没事，你们稍微拍这个，明天拍也可以。不知道，我觉得还有更好的。对，你们先赶紧收拾东西上传去拍另外一组衣服。周日啊，记得歌词吗？记得呀。安详这四目，安详这四目相对，等等。肯定忘记了，等一下。啊！笑着跟欧巴讲一样。所以我觉得 你装可爱的样子特别的尴尬。不擅长干这种事情。辛苦啦，辛苦啦。这么帅气人装可爱有点。对啊，我问一下我，哎，我的鞋好胖啊。对了，帮你放下，风太大了，真挡着。好了吗，朋友们？帮你。OK 没得。一排，一二三，有八颗牙。好。耶耶。好的，漂亮，漂亮。好，对的。好。哦，回来了。然后没有拍对嘴，原来拍对嘴。下班了，班长。下班了，我人死了。
恭喜，下班啦！对啊，下班啦！这么早，有点早吧？今天是最早的一天，最轻松的一天。欢迎来到我家的后花园，看到这都是我亲手种的。叫王毅的名字，大家都咬牙切齿。杨江开始带节奏。我觉得今天自己很丑。你们哪天觉得自己漂亮过了？今天。很僵硬。我怀疑你们两个严重的凡尔赛。凡尔赛？哎呀，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确实是了。你们这是什么戏啊？嫌他们俩，他嫌弃我们，看他们俩，都可能会合格。刚才周思雨的表情出卖了。他们俩设计的时候还要露自己最好看那边，太了。哦，猫和老鼠，我是 Tom， 他们是 Jerry。呀，让我找到你。我说，我刚刚在我们换衣服的帐篷里面搭了一个地铺，然后呢？上一秒还在发口袋，下一秒就失去了意识，所以等。
吃的下午茶。我们出来的太早了。嗯，这边还有个自恋的人。听说我像泰国名媛。周诗雨，挺贵妇的嘛。你知道睡醒了啥？这地方像不像结婚的？对，像要婚礼，看婚礼，好期待哦！谁结婚呢？今天。这怎么回事？饿死了。在婚礼现场吃泡面。是吗？你看不出来吗？看不出来。谁的婚礼？王一哥，你喝。我觉得面很硬。是我们没泡够吗？气氛是什么？我们的气氛就是拍照，臭美。臭美啊。然后呢？然后他装侦探。和奶绿。哇，感谢。谢谢这个。一定不要吃哦，这是假的，不要吃。明天我们更早起，耶！我们最早起。我们几点？我们七点半。我们真生气。明天可以睡懒觉。干杯！我们先补铁。我们先补铁。发烂，高臭！我拿起发烂发臭，发烂发臭。这什么梗啊？这你都不知道？这你都不知道？普遍的懒梗。告诉你。什么？你慢慢想去吧。还好吗？拍的我很像大爷，大宝确实很大爷，很葛优躺。太累了，你看看，哇，老美了，真假的？真的。你是调滤镜吗？没有。那我就躺着，好累。有啊，吃芒果路过的戏，路过的戏，吃芒果一口塞一个芒果的戏。精神啊！我已经精疲力竭。好嘞。急死了。气死什么了？受不了了，再见。现在是街头，街头少女，什么街头少女？来拍照，去哪拍？你什么？我是什么？我跟他们一样，我只是一个，但是我没有那么华丽，因为准备了很多东西，但是没有带过来，就相当于没准备。一个小辫子。很辣吗？就是有点辣，就是有点热，确实有点热，太辣了，热的。挺好看的，不行了。问一下我们那个老板，蛮丑的。对的，我觉得我今天长得很丑。怪全世界，怪这个世界上所有人。卖萌。
看，挺好看，挺好看的。感觉妆太浓了，就自己看他们卖萌那种感觉。哎，就是吃不消了，因为平时他们都是耍帅型的。对啊，特别张月明是吧？对对对。但是我还帮他拍了 vocal， 让他感受一下自己什么样子。羞耻，你看了自己，你肯定很羞耻。啊，确实，所以我不看啊。三个小海报，装不下去了，是。哎，你真的应该跟杨冰莹好好学学，要可爱的时候信手拈来，随便一秒钟。人家是天生的，而且跟脸有关系。啊，是。我就不是可爱的，近一点，近一点。好浓的妆啊！怎么样的演技？热死了！你觉得呢？是不是很尬？小心，东西在哪呢？找找。혹시이구름이약간큰것같은데우리가바깥에描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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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冰莹是让他拍，就怎么说吧。哎，那你是不是一个小时就完成了？没有啊，要我也定下来。拍完你就收工了，但你还要拍旅行日记。加油！但是我们也会跟你去的，因为我们刚才决定了。不是一下几张照片，对，一下就拍完。看看看。太阳出来了。没吃的看着再吃。没吃饭呀，饿了。你们吃早餐吗？嗯。夜市昨天那个周日夜市不好玩，不在那边有人在跳街舞啊啊！打滚，然后上面人可捧场了，飞起来了，从你的肩膀上飞过来。我们以为耍那种杂技的，结果跳街舞的，是这样。怎么像好多人看，像个大螃蟹一样。我们当时很想让马老师上去 battle 一番，去 battle 了，你们没看着，太可惜了。下也不用晒太阳了，上下一个班去了，再见。你还有 NBA 的戏份吗？啊，就这个。我是不知道，是一个书呆子。这什么剧情啊？怎么还有猛男？不知道。美女一喷香水，猛男各种到处出没。哎呦，你看人多好，还给你喷喷。哇，好辣！因为他腿晒伤了。哦，那天再喷。还行。这里好像个傻子，像哈利波特那个坏掉的那个眼镜，是吧？
딱 모여서 이 喷香水然后这么多猛男就뭔가왕이한테홀린듯이好像被你迷住了啊啊그렇게있을것哎，你还说我直男，你自己很直男好吗？我哪里直男了？你喷香水的时候那搓搓。那他一定要让我这样，他说你要很猥琐，你是一个丑女，然后你喷完之后突然看到了一堆男的，我自己就是哦哦，化壁。哎，杀青了吗？应该吧。应该杀青了。哇，厉害厉害。伤心的地方了，回去啊，回家了。怎么？过来在下室，没那么关心我。啊？哦，thank you。Oh, my friend, my friend. Yes, I got one. 真的。大家，太不人喜欢。不是。